半夜12点在那里发朋友圈，宅吧，宅吧，每天都想喝酒，吃个饭都要拍张照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吃火锅，做自己的事情比较多一点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看电影啊，对，比较自由吧，我感觉，更多的是八卦，逛街，就像我这样，挺好看的，挺自由的，我会做更多自己想做的吧，没事情做，整天一个人喝酒，宅，还有呢？不爱化妆，对，会想谈恋爱，但是又会宅在家里吧，宅。跟闺蜜在一起，可能不喜欢就是主动去和男孩子接触的，会越来越放纵自己，会有点不修边幅之类的，比较浪一点，就越来越不想谈恋爱。为什么？就是一时单身一时爽，一直单身一直爽。你看你去吃火锅吧，去吃那些什么东西啊，你一个人去根本就吃不完，叫别人去人家都有男朋友，跟男生女生关系都很好，朋友比较多。因为如果是有对象的人的话，基本上都是跟对象一起出去玩嘛，就不会有什么那种异性朋友什么的。就是看到那种甜甜的剧，还有看到，就是看到周围的人有男朋友、有女朋友很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会很想宅。不愿意与人交往，然后比较抵触，去接受男生这样子出门这样。请关注妹子有话说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